时候我们就能快速的到达森林，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速度直接打开纸糊的墙洞。像我这么优秀的人说真的越来越少，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和我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钢筋，一个打像极了爱情的游戏玩家。又是白给的一天，我起飞，队友也起飞。后一眼之后我发现猫在主人房，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动一下牛棚的奶酪。侦探推奶的时候猫到底会不会来抓你，很明显会的，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加谨慎，我们没了就没了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我带的是住院，猫抓到我的话说明它厉害，猫抓不到我的话说明我永远不亏。很明显对手是不会放过我，但是问题大吗？问题不大，我们可以利用地图的优势和猫斗智斗勇。这时候我的队友在主人房和码头，如果猫来追我的话，那么这两块奶酪很快就会消失的。很明显猫家对我们疼爱有加，刚才我发现猫家对地图并不算太熟悉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利用地图的优势再次和猫玩家斗智斗勇。世间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。放弃我吧塔拉，外面都是老鼠，追我一个小侦探有什么用，我隐身了，我喝个牛奶你也找不到我呀。你看这时候塔拉还在找我，但是他根本是找不到我的。塔拉这时候找不到我，那么塔拉肯定会找我们的队友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大胆推奶酪，猫玩家根本是不可能过来的。如果你们推奶酪的时候遇到猫玩家回来了，那么就当我这句话从来没有说过。目前来看但塔拉已经知道我的操作高深莫测，不是他能掌握的。再说塔拉面前有一个恶魔，你说他心动不心动？所以这时候我们迅速的推完奶酪，准备用我们的舍己来救下恶魔。我真是一个好人呀！但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，牛的这一下直接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。虽然我又失误，但是问题大吗？问题不大，猫玩家他又失误了。这个操作就是这个负负得正，他失误我失误，我们一起失误，多快乐！这时候我发现塔拉对我根本没有兴趣，这真是离天下之大谱。我这么可爱的侦探，你不来抓我带住院还有什么用？既然他不仁，那么我不义，那么就合情合理了。不喜欢抓我，喜欢针对我的队友是吧？那么我就慢慢的退掉你所有的奶酪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有时候想和猫玩家切磋一下技巧都这么难。人生啊，总是寂寞如雪，想我一代高手竟然是如此寂寞。曾经有一个奶酪在我面前，我很珍惜它，然后它没了，只掉最后一个奶酪。说真的，我还没用力，奶酪就进去了。后来我发现是这只兔子，它还想抢我的推奶酪 MVP。他在想桃子吃，最后我发现果然还是我的侦探技高一筹，纸糊的墙洞已经出现了。这时候我就要给大家分析一下，猫玩家在主人房所以很危险，我对地图的了解非常熟悉，所以这时候我建议大家走彩蛋房。这时候我们就能快速的到达森林，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速度直接打开纸糊的墙洞。像我这么优秀的人说真的越来越少，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和我一样？人算不如天算，没想到猫玩家竟然技高一筹，像我这么优秀的人只能在地上爬一声。开始纸糊的墙洞血量越来越少，却与我无关，我默默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我知道是我该说再见了。纸糊的墙洞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爬过去。